要心平静，宿舍的疑婚又不经过黑文的头吃掉人尿，也不无尽收费消人雄慌。林林中出现一道塑料笔这个人尿，今日之上一会万会有小红娘拜托进入宫血界回归此物永生的血是细汉的妖气不用下水尽欢寂寞，快来准雄营空枪进来听到进来听到啊！起来吧！啊！啊！我的这张红袖温暖，这张继续红袖暖。一些功好香，此时要从九年一摸的风，进火将军，黑龙背头的蜂蜜之声，让杂掉饮食之乱，用酒来如何你的这一团的混乱？你在我为关前的这天兵，有种作何动作？暗夜时分，一股不寻常的气息笼罩着整个冰球。突然，山河平稳，帷幕开张。这有几手破？这时，一刀定格，人天变强，要随机拼飞。住手！用这条古枪进飞，你性命要终结哟！我靠！命令我行，为救你生存，哮天金鸡顶部大雄九转魂球。你见人样？叶刚、祝红已经回去，规模下令顺传一身。好。丁师傅，夏天金鸡却含高九团所设的鬼枪御驾兵，鬼影轻身，英姿鲜红，金鸡凌刻破阵，成功营救李清川吗？凌空凌熟凌外扬，威临鬼影鬼杀枪。出人鬼魂中，如见强敌敌国寂寞心被引破，数秒即出。在此同时，我也速清风，百鸟定如松。阴风阴的干，这是武林最神秘七鬼灵阵法。妖风阴阴，露水阴阴，
金牛之争无名心声，出来鬼风速速，鬼灵叮咚，一阵金属人心的摇晃，在烟波塌大间，转起死亡之舞。令人进入的鬼气。苏文金，乖乖交出你身上的银饰，我这鬼灵助你入红砖。不错，我身上有九红银饰，但不可能交乎你。哦，那就令高乖鬼灵妖物。就在此时，天神相约银枪，怒醉三千出现吞魔结界，龙喵变异人骨杀手，现身结界内。苏焕金上坡来，鬼七灵是木吞不动枪。紧张紧张紧张，真有龙，傲有虎。苏焕金孤身面对银色高九转，以木吞不动枪击杀，就和林克刀鬼出击，下天行机为九二千转，一传九转分球。面对银的木克，已将三星专业变化。妖气震飞再开，黑盾的头进入边墙，两处战场，两种阵法，随时最终的胜利者。玉帝一连串精彩秀秀，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报片。霹雳开天地之创新篇下发第29章，上面结束。